那今天又是少中餐的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凉拌菜，还有一个炒芦笋，还浇蘸了一个糖醋里脊，还包了一个排骨玉米汤。我来尝一下这个凉拌菜，外观还可以的，蛮像餐厅的。哎呀，你是要改一直做白黄瓜，偶尔改一改。芦笋就是蒜香炒，加了一点蚝油和酱油，是蛮脆脆的。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糖醋里脊，第一次做，感觉我酱汁放少了一点，还是挺好吃的。再来一碗汤，舒舒服服。还是淡了一点，蛮咸的。排骨都酥烂了。感觉还蛮成功的，有进步。